做 stage rehearsal 嘅時候，我係有一種衷心覺得你終於做到你想做嘅嘢嘅感覺，而我係真係好開心。雖然我冇辦法經歷你咁多年嚟嘅一個事業嘅感覺，但係我作為後輩，我都不禁有一種係。你好開心，好似同你一齊經歷咗好多嘢嘅感覺。我相信現場每一位觀眾都同樣感受到啊嘛，係咪？其實我同大你好多㗎。一兩年冇啦，應該。係。多謝你。好多謝你今晚邀請我，因為今晚係我自己係一個好覺得係一個好 magical 嘅一晚嚟，可以大家同你一齊，好似一個 pillow talk 咁。你唱的每一首歌都是代表著你自己，而我剛剛在下面聽到你唱你的新歌，你的英文歌也都有不同的版本，你給我的感覺是每一首歌都是講你的故事，而我相信都是你今晚的主題。嗯，所以很希望大家再次給你一次掌聲鼓勵。多謝。但是我想問一個問題，就是你這樣上來做嘉賓，為什麼你可以兩首通通沒有禮物給我？Gracias.